我叫木林，出生在一个家庭里，我长得非常丑，我的妈妈讨厌我，因为我长得丑。妈，早上好。还不赶紧给我去上学，看见你就恶心。他就是这样子，每天早上早餐都不给我，快迟到了，不买早餐了。人总是有苦的时候，好烦呐，越来越讨厌这个家了，要是能变美就好了。校长好好什么好，看见你就烦。校长也很讨厌我。大家早上好哦。我们又不喜欢你，你怎么还给我们打招呼？你不配好吧？行了，行了，上课。心想，哎，为什么他们这么讨厌？小草，没事，我喜欢你，不要伤心了。谢谢你，我打算好了，我要整容。刚才校草说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好久了，有机会了，想去医院问问整容多少钱。哎，去吧。整容多少钱啊？500。哦，好，我回去拿钱。500，我有10000块，都是我存的，真开心。走路中。到家了呢。走啦，去医院，激动激动。好，我要整容，我要整容，我要整容。好的，上去找林医生。嗯，好的。你就是林医生了吧？是的。我要整容。躺上去吧。哇，咔咔，好美呀。回家咯。给你钱。妈妈，我回来了，你是谁？为什么气我妈？我是木林呀，好漂亮啊，我以后会很爱你。 HHH AAA， 我要重新报名去学校啦。你好，你就是校长吧？对的，我要报名。好，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，拜拜。终于报完名了，一定要萝莉点的声音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同学，我的名字叫九福。嗯，新同学坐校草旁边。好的，大家一定要多照顾新同学。校草，我来了。妹妹真漂亮。谢谢。校草，你真帅。哎，那个什么东西啊？去看看。就是这了，终于不用变萝莉音了。这么多人，男生都有，你们被谁抓了？被你们学校的校草抓了。我要逗逗他，然后把你们救出来，因为身上没工具，一定会把你们救出来的。没想到校草是这种人。这个板块不一样，原来是通往那个地方。算了算了，回家吧。还是先去买点东西吧，有些饿了。点什么好呢？看看吧，老板人呢？管他呢，待会把钱放那里就好了。吃点什么好呢？这个柠檬千层蛋糕不错，我买了，想放那里啦。回家啦，未完待续，下期更精彩，拜拜。去学校啦，不知道被校草抓的那些人怎样。不管了，校草哥哥，人家来了。妹妹快过来想你。嘿嘿，哥哥，我也想你。
对了，校草哥哥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卡卡妹妹，那你呢？叫什么名字？对了，今天来我家呀？心想，编一个吧，就叫璎珞吧。哥哥，我叫璎珞，今天我一定会去你家的。哇，妹妹的名字这真好听。嘿嘿，哥哥讨厌，去你家的时候我要跟我妈妈说一声，不然我妈妈会着急的。嗯，可以的。哥哥，我好喜欢你呀。我也是呢，但是现在不能谈恋爱呢。对呀，哥哥，我去跟我妈妈说一声，待会去你家。好想去哥哥家看看呢，太激动了呢。哥哥实在是太帅了，我想不救他们了，毕竟哥哥对我这么好。妈妈，找我干嘛呢？今天我就不回家了，因为我要去校草家住。好的呢，你想住几天？我想住三天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住多少天都可以。我住一个星期吧。好的。果然长得好看就是好，妈妈直接同意，如果没整容妈妈肯定不会同意，而且还受这么多人喜欢。嘿嘿嘿，我好开心呀。算了，我不救那些人了，哥哥他不会对我怎样，反正哥哥也喜欢我，应该是这哥哥。我来啦。妹妹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进来。好的好的，我就来啦。哥哥，我先把门关一下。哥哥，我要在你家住一个星期哦。好呀，你躺上床去。好的。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和关注。啊，我肚子好痛，而且还想呕。哥哥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为什么这么想呕？我没有对你做什么，别想了。哦，好吧，哥哥，我想出去买点东西，可以吗？你想买什么？想买些甜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太饿了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不能去，我怕你跑走了。还是我做东西给你吃，非常好吃，在那里做吧。好，好的。心想，肯定是哥哥对我做了什么，为什么我这么想呕？甜品放那了。好的。好漂亮啊，舍不得吃了。哇，好好吃啊，哥哥你做东西怎么这么好吃？当然了，以后再做给你吃。我吃完了。吃完了就好。我的头怎么晕晕的？哥哥，我头好晕啊啊，我头好晕啊。这丫头终于昏过去了，睡了好久呢。啊，我在哪里？哎，哥哥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敢打我？我怎么不敢啦？璎珞，你等着看我一会儿怎么把你带回去。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。萌萌们，拜拜。校草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呢？因为这样子就能一直看见你。你快放我出去。我就不放你出去，我这么喜欢你，你居然让我放你出去，不可能的。呜呜呜，哥哥放人家出去吗？不行，你就不想得到我？我想得到你啊，哥哥，可是你也不能做这种手段吧。嘤嘤嘤，呜呜，哥哥放我